各位，四星的妙蛙花，来来来来来，来给大家看看亚空猎斩长什么样子啊？有比较高一点，真的是超过了我原本263。有没有？没有，因为他会把比较高等级的排在前面。他如果长这样子，有一点驼背。亚空猎斩来了，各位！丢出那个能量球，然后把那个空间打破。哎、欸，我按10而已，打2/3，好强哦！目前感觉起来好像蛮好用的哦。时光咆哮，我是龙天王哎、欸，我整支队伍都是龙的。水啦，推。真的有人丢到精灵球隔壁的那个大师球过吗？不是每一次都差一格啊，这是城市故意设计这样子。太好了，捉到阿罗拉参山鼠了。对，待会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一次在我们台湾统一超商便利商店所发送的那一些支援宝可梦，来看有没有蒂亚鲁，不，奇拉蒂娜，还是没有。但是四星妙蛙花出来了，很开心。2860妙蛙花来打一下，超级球，没有，两只都没有，就连三星都没有。来了，神奥三龙终于凑齐了，就像龙珠一样，凑满就可以许愿。奇拉蒂娜，统一超商的喷火龙支援券。亚空猎斩剧场版里面他们三只也有打架，可是奇拉蒂娜好像是最能打的，他把我们这两只打得不要不要的。后来阿尔宙斯不是出来吗？雷吉奇亚斯也出来劝架，大家打成一团。各位紧张紧张，来了来了，奇拉蒂娜来了，我们刚刚被这招打到直接打90血量了，现在看能不能够撑得住哦。还好还好，他只有按到10，伤害没有到很高。你没有把我打死，就换我把你打死了。劝架怎么少裂空座？那是别部戏啦，那是别部戏。裂空的访问者，夜空裂斩。没有错，亚空裂斩不错。捕获时间，我刚刚经过刚刚的那一次经验就知道，就算是红球也不要太失望，更何况是超级球。几率是比起红球更好的，没有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来抓这只妙蛙花，没有啦，精灵球，哎，抓到四星妙蛙花了，终于开勋，绚烂缤纷花怒放，力招式妙蛙花，在第一弹的时候，妙蛙花是 Mega 进化版本的，在第二弹的时候有力招式可以使用了。Mega 进化是打续航力的，就是你整场比赛都可以保持着这个强力的状态。那力招式呢，就是打一波高伤害的。各位，左手边，嘎啦嘎，想看妙蛙花的招式是不是？既然你都开口了，秀给你看，四星力招式妙蛙花的招式，缤纷绚烂花怒放来了，跟我们田人美后的招式动画是一样的，草力招都是长这样。感觉有喷射机哦。有了喷射机，第一是阿尔宙斯吗？我刚看到他的影子哦，我刚刚看到他的影子。红球有没有机会？刚刚的帕路奇亚就是红球抓到的哦，没有，再来。OK 的，600多，有没有喷射机？喷射机，有喷射机就比较稳了。四星轮琴猫看到椅子了，五星阿尔宙斯，难道是阿尔宙斯，并不是阿弥宙斯，
是阿尔宙斯，不是阿弥宙斯。阿尔宙斯应该比较好打，其他蒂娜比较强。不错哎，暴飞龙。啊，完蛋了，我们的露娜雅娜打不痛哈，我们不知道会在这边遇到阿尔宙斯。制裁光力来了，制裁光力这个声光效果太夸张了吧？地板都被你打坏了，算谁的？谁修理？四星波导的勇者路卡利欧，对，不是阿弥陀佛，是阿尔宙斯。对对对，这个打不痛，这个打不痛。我在 Sega 那边第二弹抢先体验那一天我就知道了，我那个时候只有这一支五星可以用，然后碰到阿尔宙斯一个慌了，想说哇，传说宝可梦怎么打，我只能拿传说宝可梦跟你打，但没有去注意到属性克制的问题，差点就被赛莲给打死了。还好后来是有补救回来啦，大家应该有看我去跟赛莲打的那一支影片吧。超级球水辣，你觉得会打到吗？我不知道耶，我第一张五星花了7个小时，我就知道五星真的是运气问题，他没有保底的。是中原狼人，还有阿尔宙斯跟其他蒂娜，哦，这个队伍很豪华呢。左手边有没有可能是中原狼人？运气很好，刚好我们缺这只。我们原本有黑夜形态的，但是没有白昼形态的。是蒂娜吗？不是。哦，精灵球之力，真的是完了完了，怎么没有？怎么没有？神兽嘞，神兽嘞，只有272。只有小号，我觉得果然听不到。哎，终于啊，不是，不是，怎么是你的啊？刚刚不是其他蒂娜吗？没看到你的影子，你却出来，也有机会，也有机会。我们这一把有精灵球之力，有精灵球之力。只有超级球，哎呀，差一点点，可不可以？阿尔宙斯，不行了，没了。我们今天呢，透过大家的聚集勾气，一来到这边的时候，其实机子里面就有2张五星的宝可梦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跟奇拉蒂娜跟帕鲁奇亚也是打了非常多局的对战。在那个过程之中，我们就打到了2张四星的宝可梦，力招是妙蛙花、缤纷绚烂花怒放，以及四星的中原狼人、毁天灭地巨猿坠。那如果各位还喜欢我们这种打机台的影片过程，帮我们在下方按下喜欢的，给我们鼓励；再更喜欢，把 Fin TV 分享给你认为会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。我是阿芬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晚安，拜拜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